如果你问我什么叫做网美照，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才叫网美照，而我现在的视角就好像是神明的视角一样，俯瞰在下面的一切。在这边呢，就是我很期待的玉在所缆车。那玉在所缆车其实跟台北息息相关，有没有看到后面？其实日本三重县的玉在所的缆车跟台北的猫空缆车，我们的猫缆是缔结友好关系的姐妹缆车哦。现在要准备上玉在所缆车喽！来来来，然后这台黑色的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如果大家不怕高的话，其实可以选搭这个黑色的缆车，因为它的地上是可以看得到的，所以没有惧高症的人呢，它地上是可以看得到下面的，可以搭乘这台黑色的特别版哦。好，来喽来喽。如果你问我什么叫做网美照，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才叫网美照。在玉在所的山上真的超漂亮的，而且这里很安静很安静，你只能听得到风的声音，而我现在的视角就好像是神明的视角一样，从很高很高很高的山上，然后俯瞰在下面的一切，觉得这里太美了，可以坐一整天。如果你想要拍网美照的话，一定要来这边。1到10颗星，这里是20颗星。你来看一下这个东西，你看这个东西。哦，里面有钱呢。哎，那个是那个吧。而且要结冰了哈，不是，那是那个吧？是许愿池吗？那我要跟那个神明许愿，我要许愿喽。